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194面第一行啊，如观佛三昧经云：佛告父王，诸佛出世有三种意。一者，口说十二部经，发誓利益，能除众生无明暗障，开智慧眼，生诸佛前，早得无上菩提。这个里面呢，有一个术语，十二部经。这是佛学常识，在许多经论祖师著述当中都提到啊，哪个十二部我们参考资料里头列出来了啊。从长行重诵啊，姑且诵因缘本事，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。第五是本事，这是说佛说经的内容。本事是佛说弟子们过去当中的因缘啊，为什么在这一世能遇到佛陀啊，能跟佛出家修行正果，世事都有缘分，不是偶然的啊。这一类的叫本事。那么第六呢，叫本身。本身呢，是佛说自己过去世的因缘啊，说自己，不是说学生啊，所以叫本身。第七种啊，叫未曾有，即佛现种种神离不思议事这一类的经文啊，佛在必要的时候也以神通为佛事，但是神通绝不是常用啊。为什么呢？怕众生缠惑，产生迷惑，魔也能现神通，这妖魔鬼怪都能现神通。如果佛以神通教化众生，佛跟魔就没有办法辨别啊，到底是佛是魔。所以佛不用神通啊，有神通也不用。佛是以讲经教学为主啊，讲经教学这是妖魔鬼怪他们做不到的。啊，那么神通决定是有因缘。在什么状况之下应该用神通做佛事啊？这些经典上的记载的经文叫未曾有啊。第八呢是譬喻啊，譬喻举例，让众生容易明了。这个例子很多啊，一切经论包括祖师的著述啊，常常用比喻
来说明难懂的道理啊，复杂的这些因缘。第九种呢是议论，这个议论是讨论，有问有答啊，《楞严经》上就非常多啊，亏这一部经里头三分之二都是佛跟弟子在讨论问题，佛问，学生回答，学生问呢，佛来解释啊，让我们在旁边听到的人增长智慧啊。第十个是无问自说，佛法应缘生啊，而且思道最注重的是尊敬，叫尊师重道啊。所以老师轻易不说话的，学生问到了，老师就说；问不到，老师不说。啊，说了是学生不能理解，机缘不成熟啊，所以不多说话啊。但是要遇到非常重要的大事因缘，学生能懂能接受，但是没有人问，这个时候要说出来啊。譬如阿弥陀经就是佛无问自说的，没有人提出来啊，这个是特殊因缘啊。这个法门娑婆世界众生与阿弥陀佛有很深的缘分啊，说出来之后很多人生欢喜心，能听得懂啊，愿意依教奉行，他就往生，就成佛去了啊。所以这个没有人问也得要说啊，无问自说的经不多啊。第十一种啊叫方广，为佛说方正广大之真理啊。方就是端正，叫四四方方，整整齐齐啊，里头有庄严的意思，广是广大啊，方正广大的真理现在一般人讲的宇宙的奥秘啊，譬如这宇宙怎么来的，万物从哪里来的啊，我从哪里来的，这个里头道理深广无尽啊。啊，佛对哪些人说呢？对开悟的人说啊，是大方广啊，代表的是华严经，华严经里面就是说的这些问题，用现在的话说，最高的哲学，最高的科学啊。佛经里头有讲的非常透彻，非常明了
啊，这一类的经文，啊，这多在大乘经里头，小乘经没有。那么第十二呢，是记别或者叫受记，啊，用受记用得多。啊，受记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记佛为菩萨，或是为声闻，受成佛之记，就是预先。现在讲的预言啊，佛告诉这个菩萨，你往后在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地方成佛啊，你的那个佛国土叫什么名字，佛号叫什么名字，都给你说出来啊，这叫受记。啊，预先告诉你，增长你的信心，坚定你的信愿，你认真努力，向这个目标去迈进，决定成就。啊，佛没有妄语。那么这十二种，所以此十二部中啊，要是从体裁来上呢，只有三种。长行啊，散文的题材，寄送的题材，寄送是诗歌，中国人讲诗歌，这两种题材啊，寄送里面有重送跟故起不一样啊，重送是长行说过，重复再讲啊，用寄送来说，故起长行没有说过，直接用寄送来说明啊，所以各式呢只有三种，其他九种啊都是以经中经文所记载的四别啊，记载的四不相同，把它分类，所以才有这九种。又小乘经里面没有自述，没有方广，没有受记，啊，小乘经这三种，所以叫九部，啊，大乘有十二部，小乘九部，那么这是所谓的十二部经，十二部经。就是一切经啊，世尊世仙住世80年啊，讲经教学49年，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不外乎这十二类。啊，这个部就是部类，给它分别有这么些的内容。那么这是法师立业了，一切部师里头，法部是第一。啊，《金刚经》里面说的最多，以大千世界七宝部师。都比不上为人说四句偈的理，这个话很难懂啊！今天人家不是我们100万、1000万，我们真管用啊！啊，为什么说大千世界七宝这些财宝？通通布施，功德比不上四句偈，真不懂啊！四句偈不管他现在得不得利益，佛经上说的，一理而根，永为道种。他听懂了，听明白了，阿赖耶识种下这个种子，
这个种子就是将来成佛的种子，你说这个利益多大？大千世界七宝怎么能比？啊，今天人得财宝生欢喜心，我们佛法不生欢喜心，是什么？愚痴。业障烦恼习气很重，虽然天天听经，真的没听懂，这是真话。为什么听懂了，你会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？啊，怎么一样呢？王位舍弃了，荣华富贵不要了，去当苦行僧。那就是什么？他真懂了啊！那个里头的乐趣，绝对不是做帝王，绝对不是拥有亿万财富，不是的，不能比。没有人知道啊，人听不懂啊。啊，听懂了，那不是凡人了。啊，真的舍掉了，真的不要了。啊，心地恢复到清净平等境、平等觉，对于宇宙万法，没有一样不清楚、不明了。啊，到那个时候，三明六通啊，这是现在人讲特异功能的，全都现前了。啊，是你本有的，不是外来的。障碍除掉了，本能就现前。啊，这个里头真落啊。啊，凡人眼睛里头。释迦牟尼佛过的生活很苦啊，法身大师研目当中，释迦牟尼佛住在极乐世界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佛在经上，大小乘经都讲，那这就是很重要的开导了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化身菩萨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他看这个世界是什么？极乐世界。我们看这个土地是泥，是沙，石头。他们看到这七宝，众宝所成，啊，这就是境随心转。啊，我们看到凡夫这个肉身，他们看到的是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。所以境是假的，随着念头在转变呢。你自己迷惑颠倒，你不能了解别人的境界，就是你的心跟他的心不一样。啊，他的心能把这个环境变成大自在，变成无量珍宝庄严，那真的是如是。啊，所以化身菩萨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人，他看到每一个放下人都看到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纵然化身菩萨去度地狱众生，菩萨看到地狱是什么？
都是七宝庄严，那他变的啊。可是地狱众生是受尽无量的苦楚啊，是他的心变现的。你要没有这个罪业，地狱在面前你见不到啊。这从前章太炎先生的故事啊，那绝对不是假的啊。章太炎不会编这些话来骗人啊，不可能的啊，真的啊。读书看到书里的记载，地狱里头有一种暴落地狱，暴落啊，铜柱烧红了，叫这个罪人去抱这个柱子啊，那人一抱的时候全身就烤焦了啊。章太炎是佛教徒，心地很慈悲，劝通药大帝这个刑罚可不可以废除？是很不人道啊！东岳大帝派了两个小鬼，带他到现场去看。到达现场，小鬼告诉到了，他看不见，才想到佛经上的话。不是菩萨，不是业力，地狱在面前你也见不到。你该受这个罪业，这个地狱就现前。你没有这个罪业，地狱在你面前你不知道。啊，证明一切法从心相生。所以法布施的利益了，无量无边呐、我不能讲经说法，我怎么修法布施？不能讲经说法，你能修最殊胜的利益法布施？一句佛号，这怎么回事？劝大家念阿弥陀佛。这是法布施里的第一功德。为什么？一切法到最后都归阿弥陀佛啊，都归净土，都归四十八愿，都归十八愿，到最后就是一句名号啊。这一句名号法师的利益功德没有法子说，诸佛如来也说不尽啊，没人干呢啊！我人为什么不干呢？不知道这个理由啊，是疏忽了啊。积功累德了，任何人都可以做啊。都能做得圆满呢，这是佛法，并不是有钱有势力的人能做，贫贱人不能做，不是的。了凡四训这个故事啊，有个贫穷的女孩子，两文钱，两文现在人不懂，两文是多少？啊，古时候十文钱是一分，十分是一毛，十毛是一块钱。那个一文是什么？清朝时候，民国初年还有，
铜钱当中有个方方的洞，那个钱。我们小的时候，那一个钱，大概当作3文了。我小的时候我记得。用铜板，当中没有洞的，但是那个没有洞的，那个叫当十文，就是要换那个有个洞的满清的这个钱呢。民国的钱，一个铜板，铜元一个铜板，换满清的换十个，就当中有方孔换十个。我小的时候，都还用这个钱，换十个。钱很值钱呐，1块银元可不得了啊，那是大数字啊！但是现在没有了，现在用纸钱，纸钱是从前是鬼用的，不是人用的。现在用纸钱，从前钱的铜元，银元，银元上去用元宝。元宝算重量，几两几两的，在金元宝，金条、金元宝，那是用这个东西。所以这个要知道积功累德，决定不能造业。发布施的利益，就是帮助人破迷开悟除无明暗障，这是破迷；开智慧眼，这是开悟。破迷，你的苦离开了，真的是离苦了。开悟呢，就得落了。佛经上记载。1250这些阿罗汉，还有个临头5个人，1255人，通常讲整数，1250人，佛跟他的弟子们，大乘经上都说，皆是大阿罗汉。大阿罗汉是什么意思？全都是化身菩萨。本经上所说的阿惟越致，这些人都是阿惟越致菩萨。他们示现在这个世间。教化众生，居住的是什么样的环境？佛曾经表演过，在哪一部经我忘掉了。也是弟子们提出请求，世尊的宝土。十宝图在哪里？实际上，四图就是一图。而是众生根性不相同，个人看的不一样。
不是真谛，一个一个不是，就在一起。所以佛是盘腿坐在那里，佛把腿放下，脚踩在地面上。大家一看的时候，这个地完全是众宝庄严，像极乐世界的地一样。就在眼前，你就站在这个地方。但是，这个是中国谚语，也很有味道，叫“佛人居佛地，佛地佛人居”。那有福报的阿惟越智菩萨，他站在那个墙底下是宝石，无量珍宝，宝石。凡夫业障重的呢，底下是泥沙，是很肮脏的落色，不一样啊，一个地方呢。那他现的相就不相同啊！这说什么？相随心转，谁的心？你自己的心。佛有能力把自己的境界示现一下，让你看。这个就是佛力加持的。你看佛住什么地方？没有一样是真的，全是假的。因为是假的，所以才随心所变。于是一切境界，你自己要负100%的责任。告诉你，没有地狱，没有天堂，什么都没有，通通是你起心动念自己变现。经上说得很好，你是上品是善行，你所看到的天堂。你是下品是善行，你看到的是魔镜，魔镜也非常庄严。为什么？它有福。有福为什么会变成魔？他有傲慢，他好胜。魔总是要进第一。烧香他要烧第一炷香，第二炷香他就不高兴。什么都要抢在别人前面。所以他有大福报。但是他是魔。大福报里面看的境界也许跟佛差不多。但是佛的磁场是柔和的，你进入他境界感觉到非常舒适。魔的境界也非常庄严，你进去之后他里头好像杀气腾腾，你感觉到不安。非常庄严。但是觉得里头没有安全感。里头有暴力。有嗔恚，有嫉妒，有这些东西，不一样。这学大乘法不能不知道。你明白之后，你什么都不要害怕了。我们初学，自己这个能力没有恢复，境界没有现前，完全依靠阿弥陀佛。这就好啊，行住坐卧不离阿弥陀佛。那我居住这个地方就不会遭灾难。我跟佛在一起。心念念不离佛陀，佛陀加持就不中断。这个就是生诸佛前，早得无上菩提。换一句话是，
你进步很快呀，提升的快呀，完全靠的诸佛讲经教学，接受佛陀的教诲，对于这一类的众生，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。第二种呢，是佛的光明相好。第二种理由，我们看注解：二者，诸佛如来有身相光明，无量妙好。若有众生称念观察，若总相，若别相，无问佛身过去，这个现在、过去、未来，皆能除灭众生四中五逆。这个理也不可思议。称念是念佛名，观察是观想跟观想，总相是看佛的全身，是看极乐世界，这个极乐世界妙国土是总相。别相呢，观佛的不好，观佛的肉髻，观佛胸中的法字万字，这叫别相。无论是总相是别相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个立业了，都能帮助我们除灭四中五逆。我们造的罪业里头，四中是杀盗淫妄，这个四重罪，出家比丘犯了这四重啊，决定堕地狱，没救的。所以戒律里头五偏就是五大类，这是第一类。第一类是堕地狱，堕无间地狱，没救的。为什么？你把僧团规矩破坏了，让一切众生毁谤僧团，这罪多重？这不是你个人事情，你把团体毁掉了。这是什么团体？诸佛如来的团体，神圣的团体，跟诸佛身学破和合身同等的罪过。你能护持僧团，护持正法，无量功德。你也想毁坏他、破坏他、伤害他，那这个罪过也是最重的。忤逆
前面说过，杀父、杀母、杀阿罗汉，阿罗汉跟老师是同一等的。阿罗汉住在世间是教化众生的。在中国人就是一个好老师。他的行持是大家的榜样，他的言教是开人智慧。这样好老师住在这一方，这一方有福，这地方人就有福报。你把他杀掉了，这一个地方人没有福报了。罪从这里结的，不从他个人。你让这一方人修行正果的语言断掉了，阿罗汉不跟你结罪，杀掉了无所谓，他不会怪你。他要是怪你的话，他是凡夫。他心里头痕迹都没有，罪是从这一地方人，他住在这里多少年，多少人的利益，你把他杀掉了。这些人力也得不到了，从这儿结罪。如果他影响力越大，影响时间越长，你的罪越重。真正研究戒律，对于这些事理通达明了啊！戒律是一套大学问呐。我们这个世间大学里头的法律系跟戒律不能比，差太远了。叫永备三途，能够把四众无逆罪消除了，你决定不堕三恶道了。这是什么？佛事先给我们看的。所以做一个好样子的功德还得了吗？做好样子，从起心动念处做起，你就真正会修行。我动这个念头，这念头是不是好样子？社会大众跟我学行不行？自己先问问自己。社会大众都跟我学，是好样子，很好。如果这个样子的话，社会大众都跟我学的话，这社会就坏了。那这个念头就不能起，这事就不能干。大乘菩萨的心很细，想得很周到。感触反应非常快速。那个决心一刹那之间，他就决定了。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什么是功，什么是过，什么是罪，什么是福，他清楚。得自在啊，随意所乐，长生净土，乃至成佛。这是
佛菩萨的相好光明。啊，第二种利益。啊，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好人住在这里。影响很大了，帮助他，扩大他的影响，得利益的人更多，功德就越大。啊，那我们帮助他，替他宣扬。他的功德大，我们就沾了一份光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参与进去了。啊，李老师在台中，我们给他宣扬。啊，宣扬是弟子的事情，他自己说不出啊，不能说我怎么怎么好啊，这话说不出来。啊，甚至于弟子对老师的好处赞叹，也不能够直接说，在间接什么表演？啊，唱歌跳舞表演，舞台表演，啊，让人家看，哦，啊，知道这个内耗。啊，所以现在大家听讲经呢。没有听过真正讲经，真正讲经有一套仪规的大作，那套仪规差不多要40分钟。啊，那是什么呢？赞三宝。啊，它有用意，因为来听人有先来后到的，来找的人坐在那没事情。就欣赏，等后面的人啊，所以实际上2个小时讲经只有1个小时，啊，前面的以这个仪式，后面的回向也是仪式，要10几20分钟，就占1个钟点去了。啊，现在这个社会不行啊，你这样搞，人家不来听了。我是来听经的，我不是来看表演的。啊，所以大家不能忍受啊，他不知道那是教育，那个比听经还要重要。啊，有那个心的时候，你看的时候你心定了，啊，心情定了，再听经受用不一样了。所以仪规很有学问的，很有道理，现在人不要了。啊，我们用这个仪规，大家就讨厌，浪费时间。现在人分秒必争。啊，我是来听者，我不听，不要看那些东西。啊，所以现在没有了，大作讲经没有了。啊，这里。那么第三个利益呢，是劝他的父王念佛，这是真正做给我们看。人最亲爱的是父母，大概最好的东西是供养父母，啊，佛法也不例外。最好的是什么？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。你看佛用这个法门劝他父母啊，他父亲早年啊，母亲早年过世，生下来第7天母亲就过世了，啊，母亲也福报大了，到忉利天去了，啊，在天上享福，
啊，所以劝他父亲，啊，三者劝令父王，行念佛三昧。啊，父王得福，福地果得了，真如实相第一义空，何因不遣弟子信之？他父亲问他。啊，佛地的果德大般涅槃，也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五句话果德。自性清净，不生不灭。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，佛的果德了，真如实相啊，第一义空啊。啊，真如实相，把性相离思因果全包括在其中。啊，第一义空也是实相，化身菩萨才能见到。没有正法身见不到。啊，这些无比殊胜的大法，为什么不叫学生学？啊，佛告父王，诸佛国德有无量深妙境界，这是真的，太深了。妙是无法想象了，不可思议，这些妙啊！啊，神通解脱，非是凡夫所行境界。啊，凡夫行不到处啊，他想不到啊，达不到这个境界了。说了没用啊！啊，佛教弟子说真如实相，是在第四识。佛说法分五个阶段，五识。第四识讲真如实相，讲般若22年，前面有20年的基础啊。阿含12年，方等8年，20年，啊，每一天听经说法，跟在佛陀的身边。学习20年，才跟你讲真如实相。啊，不是这样子学成的，就不能讲这个问题。讲什么呢？实在讲他不懂，但是他自己以为懂。啊，般若经我看过了，我读过了，我研究过了，以为懂了，其实不是。啊，所以我感谢张家大师。张家大师给了我一个标准：什么是懂，什么没懂。啊，老人的标准是：你做到了，你懂了；你没做到了，没懂。啊，不可以说我懂了，那是欺骗自己。
啊，我比别人幸运一点，可能也就是老师教我这些方法，我有这个方法衡量自己，没懂啊，懂了就做到了，没做到不懂。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懂不懂？没懂。啊，真懂，还会看其他东西吗？放下了，真懂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细细观察，谁懂了？锅炉匠懂了。啊，修无私懂了。人家有那么殊胜的成就，什么原因？没别的，懂了，真看破了，真看破了，决定放下，没放下，没看破，啊，他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故劝父王心念佛三昧。啊，父王也不例外，也是大权实现。啊，他们在舞台上表演给我们看。我们在看底下这一段，底下这段内容，简单的说，众生念佛，细念不止，定生佛前。这个佛是阿弥陀佛了，所以佛劝父王念佛。又父王告佛：一切众生在生死中念佛之心，亦复如是。这个文从上面是接到来的。啊，一切众生在生死中。这一句话就是在六道轮回，啊，念佛之心呢，也如是啊。但能细念不止。定生佛前啊，信念不止，就是止心一处。佛说，无私不办了。你要把心呢，停止在一个地方。啊，停止在哪？停止在这一句阿弥陀佛。你就一切都圆满了，啊，决定升到极乐世界，决定见阿弥陀佛，啊，是一德往生，即能改变一切诸恶，成大慈悲。这就是断一切恶，成一切善。啊，最重要的就是往生。
没有比这个更重要。极乐世界是自心所现的，阿弥陀佛是自心所变的，离开自心，无有一法可得。那这一法呢？这一法是叫我们成佛之法，是叫我们回归自信之法。念佛的人，一切诸前面所讲的无你是我，自然消除了，也就是说，你根本不用理会，不要把无你是我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那就有。这个罪因呢会增长，不放在心上，没有了，心上只是一句阿弥陀佛，所以它自然就灭掉了。大慈悲心呢自然增长了，这个不可思议。以上世尊大慈至孝劝夫之言，唯劝念佛。这个意思我们要懂。可见种种行门非不殊胜，像修行的法门，种种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。不是不殊胜呐，但非凡众之所能修。为什么？凡夫烦恼、业障、习气太重啊，所以不容易成就啊。唯有细心念佛法门，最是印记，但能依教念佛，定能往生。一得往生，便能转恶为善。念佛之方便妙用，闲事无余。这段话讲得太好。净宗行门核心，行门的总纲领呢？说得非常透彻。我们要想成就，依照这一段开始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就决定成就。
啊，下面说念佛有四种，据上经中世尊劝夫念佛，为一切众生在生死中念佛之心系念不止，这不止就是不停住，佛以所指之念佛乃四种念佛中的持名念佛。啊，念佛有四种。第一个持名，就是执持名号啊。执就是执着，啊，别的执着统统放下。执着名号，啊，这个东西啊，不能放下，那你的执着就对了。啊，执着是离不开六道轮回的，可是你执着的是阿弥陀佛，六道里头没有阿弥陀佛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所以他跟极乐世界相应，给这个六道里头不相应。啊，这个六道里头有我执，有自私自利，有贪嗔痴慢，有五欲六尘，你执着这些东西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所以阿弥陀佛知道执着放不下，换一个。啊，换个对象，执着阿弥陀佛，执着极乐世界，啊，自自然然就解脱了。啊，把这个世间呢忘得干干净净。啊，要放下，一丝毫都不能够留恋，一丝毫都不能够执着。知道什么都是假的，啊，可不能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就坏了。啊，你们看到我在此地住在这边讲经，四面八方的这些道友，啊，我很感激他们，经常不断送这些礼物给我，啊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很多啊。我怎么样处理呢？看都不看他。从来不过问收藏在哪里，我不知道啊。我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，糟了，就坏了，那他们害死我了。啊，不放在心上，若无其事，他害不了我。那我看看，点点头，谢谢他，就完了。啊，那么这些东西，谁欢喜吃，就拿去吃；谁用得上，就拿去用。好啊，广结善缘。啊，太多了，很名贵的补品，像参这一类的，我都不懂，都不认识，不识货。啊，大概都是不错的，我让他们分成小包，看看邻居，80岁以上的人都送。
广结善缘嘛。啊，持名念佛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第二种呢，观相念佛。啊，人喜欢佛像，尤其是像造的庄严。啊，我们得到这个佛像怎么办？给他照相，我用这个办法，照相吸出很多，啊，大家都供养。啊，原来的这一尊呢，送人，送到博物馆去收藏。啊，名贵的东西别放在房子里头，为那个操心不值得。啊，看什么地方合适，可以供养，放在那里去。啊，自己不要，自己要照片就好。叫观想念佛。第三呢，观想。观经教我们十六种观法，前面十三种都属于观想，观想是修定，智心一处，后面三种就是观想念佛、观相念佛、持名念佛，啊，这个观想不包括里头，就是观相跟持名，善导大师把这部经分成两份，这两份呢，一个是定善，一个是散善。前面十三是修定。智心一处，定善，定是善。后面这两种呢，里面有精业三福，有断恶修善。啊，这是散善。啊，不是用禅定的心，是用修善的心。人人都能修，啊，修定比较难，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。但是修善的这种心呢，来念佛呢，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。啊，最后的第四种实相念佛，实相念佛我们做不到，化身菩萨，那就是实相念佛。啊，这后头接着有解释。啊，四种念佛都有说明。啊，第一种，持名念佛。即本经所宗，称念阿弥陀佛名号。善导大师曰，唯有经路修行，但念阿弥陀佛。啊，善导大师，唐朝初年人，相传他是西方阿弥陀佛应化到中国来。啊，以比丘的身份出现在世界。很多人相信这个传说是真的，特别在日本。
日本许许多多净土宗的寺庙叫善导寺。啊，你看到善导寺，这决定是净土宗。善导大师。意思也好。用什么善导呢？一句名号。啊，但念阿弥陀佛。这条路，经路啊。凡夫成佛最近的一条道路，就是持名念佛。啊，于门修行呢，名庶出三界。于门，念佛法门以外的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啊，都是庶出。啊，他们的方法像读书一样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，慢慢向上提升，要很长的时间。啊，这个庶出呢，不用这个方法，就从人道直接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不要通过这些关口，这一出去就是的。啊，所以叫横超啊。那横出三界，说如重生诸重，庶出则难，故称难行道。啊，这是比喻。有个小虫长在柱子里面，柱子是一节一节的，它要想离开这个柱子出去，它往上爬，好多节呀，每一节都要咬破钻出去，那多辛苦啊！这叫庶出。横出呢，它不从上面，它从旁边，旁边咬一个洞出去了，它目的就达到了，啊，这就快。古人常用这个比喻，啊，所以但念佛呢，如同横出浊中，意欲透透啊，是横出三界称意行道，欲为净路。啊，庶出遥远呢，通过关口太多。啊，横出就容易。啊，只有一道关口，而且这一道关口很容易透过，不困难。因其方便直接，成功迅速。啊，这个法门。确实方便，没有比这个更方便了。直接啊，也没有一个法门像这样的直接，直通阿弥陀佛啊，直通极乐世界啊，这个方便。善巧啊，法门善巧，稳当快速啊，而且成就比一切法门都高，生到极乐世界就成阿惟越支菩萨，找不到的呀。
到哪里去找这个法门呢？古人有别于说，大乘教里面禅是接近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叫进入啊。那么净宗呢，是净路里面的净路，比禅还要稳当，还要快速，成功比禅还高。所以叫经中之经啊。那念佛法门有四种念佛，这四种念佛比较起来呢，持名呢又是个净土。所以古人有个小册子叫经中经又经，就是指的持名，这最快的了，没有比这更快的了，啊！禅是经路，净土是经中之经，持名念佛是经路里头又是一个经路。我们遇到了最重要的，要相信啊！不相信啊，遇到也等于没有遇到。啊，要坚定的信心。决定不能怀疑。啊，一生决定能成就。只要这个心一发，你就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心一发了，阿弥陀佛就收你做徒弟了。你带着怀疑，他不收你。你自己以为是弥陀弟子，弥陀不承认呢。啊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，我这一生决定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这一念，啊，极乐世界就注册了。七宝莲池里头就有你的莲花了，那莲花上有名字，不会错的呀。啊，你在这里念佛越勤，发心越恳切，那个莲花就越大，啊，光彩就越盛。啊，将来到极乐世界往生，就生在这朵花里头。啊，这个花阿弥陀佛亲自照管，啊，没有找人代理的，啊，他亲自来关怀，亲自来照顾，所以是经中经又经，啊，成功迅速，成功稳当。成功殊胜啊，多大的福报，多大的因缘，你才能遇到啊？世尊为一切大众介绍这个法门，《无量寿经》在中文里面一共有九种不同的版本，啊，九种版本我们都看了，以这一本说的最详细、最完整、
最容易明了。啊，再由黄念祖老居士加一把力，将《大小乘经论》《祖师大德著述》里面讲到净土法门的这些文字，啊，汇集起来作为这个注解，啊，集注，无量功德了。为什么？我们对于经教不是十分透彻的理解，信心发不出来，啊，一定要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我决定走这条路，不再怀疑了。成就这一桩事情的人，这个夏莲居老居士、黄念祖老居士，关键人物啊，世尊末法九千年的众生，因此得度，不能不感激这两位大德。啊，没有这两位大德，我们对这个经教理解不透彻。啊，那么他们两位生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呢？就干这桩事情的。所以念老有一副对联呢，说得好啊，乱世现在天下大乱，乱世无如念佛好啊。我们怎样度过这个乱世？乱世念佛好，乱世念佛是最好的。话说的非常有道理。下联是此生断为大经来。啊，这一生他来干什么？汇集大经。黄念祖来注解大经，就为这个。啊，有汇集有注解，我们是转为流通来啊。啊，上年不改啊，乱世无如念佛好啊，我们的身份此生转为流通来啊。我们要做一个修学的样子给人看。啊，这个多有意义，啊，多有价值，这一生没白过，这一生无比的幸福美满。啊，社会要恢复安定，要恢复和平。怎么办？有这个问题的人很多，我遇到不少啊。
我们看看世出世间的圣贤，他们怎么办法？我们细心观察，体会到了教学危险的啊，叫什么？自信的核心是什么？自信的原点是什么？用一个字来说，就是爱。啊，非常可惜，这个爱的秘密，爱的幽微，没人知道。啊，世间人不懂这个字啊。都把这个字搞错了，讲错了，解错了，会意错了，做错了，啊，所以社会搞成这个乱象。啊，那这爱是什么？这个爱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里头含着这个东西，里面包含了万事万法。啊，这一个字就是整个宇宙。啊，这个爱是清净的，这个爱是平等的，这个爱是觉悟的，不是迷惑。这个爱是慈悲，大慈大悲，啊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也，没人懂啊。懂的人决定自爱，现在人不自爱，不自爱怎么会爱人？哪有这个道理？啊，怎么说不自爱？自爱的人没有不爱心的，什么是心的？中国古人所说的五伦是心的，今天没有人爱。五常是心的，四维是心的，八德是心的。如果是一个真正懂得爱的人，这四颗他打分数是100%，他圆满的。这是什么？圣人，贤人还差一点。90几分没到100分，在大乘佛法里面，佛教导我们的是善，是行德，三归是行德。戒律是心德，六合是心德，六波罗蜜是心德，阿弥陀佛48愿是心德，爱心里头流出来的，这自信流的。是自性原点里头流出来的啊！谁懂得？法身菩萨懂得。
啊，他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决定不会违反，决定跟心得相应。这是爱呀！宗教经典里面我们读到，神爱世人，就是讲这个事情。上帝爱世人，真主爱世人，都是讲这种事情。啊，真主上帝，神是谁呀？自己的自信。啊，明心见性的人，他就是。啊，我们净土宗里面讲的常寂光啊，常寂光就是神圣的。现在很多宗教说神没有形状，啊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啊，没有具体的身体，跟我们讲常寂光，越来越像，越来越像了，啊，常是什么？不生不灭，他们相信神不生不灭。啊，即是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光是光明遍照，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。对呀，这就是神啊！啊，但是他们没有回归到自己。大臣是完全回归到自己了。啊，神跟人融成了一体，这就是大乘。啊，所以自心的核心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它的本体就是弥陀的化身，它的真相就是弥陀的报身，它的作用就是阿弥陀佛的应化身，三身一体。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念这一句名号，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法，上面包括诸佛如来，下面包括一切万法，都在这一句名号之中。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念熟念久了，念到相应的无始劫以来的业障自然消了，自信的功德智慧自自然然就往外透，这个时候就真落。
你跟极乐融成一体了，你的身心极乐啊，你观察这个世界也极乐。所以四种念佛呢，把持名摆在第一，我们再看第二，观相念佛啊，这十六观经里一成功圣相，注目观世啊，让这个弥陀的像印到自己心里头，观成之后，无论对不对象，你都能看到这个像在眼前。啊，但相在可修啊，立相在难，这人要有大福报。一天到晚面对着佛像，啊，修这个观相念佛。现在这个科技发达，比从前的人方便。从前人就一尊像，都要面对着他，掉过头来就看不到了。现在可以把这个像复制啊，你这个佛塔里面四面通通都是佛像，无论你转哪一个佛像都在啊。实在讲的是一栋大楼吧，层层全是这一尊佛像，无论在哪里你都看到观相念佛啊，古人有这个做法的。你看我们在斯里兰卡、兰卡看到那个石窟啊，石窟里面所有的像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像啊，无论你转到哪一方面，你都能看到那个像是2200多年造的。阿育王时代没有被破坏呀，啊，2200年了，我们就看还是完整的。敦煌我没去过，中国这些石窟啊都被破坏了，很多佛像头都没有了，啊，手没有了。都被人家拿去当作艺术品啊，全都破坏了啊，所以斯里兰卡就非常宝贵，现在是这个世界文化遗产，联合国管啊，这叫观相，是静音易断的，你立相呢就难了，静音就断了，相续甚艰，相续不容易。故云相去还无，因成间断，故其方便呢，不如持名念佛之，随时随地可修。持名不要观相，就这一句名号。啊，以前李老师告诉我，这个观相不容易成就，成就之后啊，到极乐世界还要把相去掉，那也很难。为什么印象太深？为什么要去掉呢？用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不如念佛了，
念佛这一句佛号去掉很容易啊，要知道那名是假名啊，啊，你不会严重执着它了。这个相好，看久了它执着。啊，所以我们共相，共一尊。为什么不分心？到我们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来接引，弥陀现的是什么相？就是我们供的这个相。所以会很亲切，很熟悉，天天供养想你，哎，居然见面了，真见面了。啊，一定要晓得佛没有相，佛是随众生现相，众生喜欢什么相，他就现什么相。啊，他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动念，完全是随众生心应所质量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么一个道理，就知道我们最好一生就供一尊相。啊，我们现在印的这个蓝底啊，白的这尊像，这尊像是瓷器，瓷的，江西景德镇出来的，大概很少啊，有300多年了。我在台湾那个时候，图书馆刚刚成立，没有佛像。这个老居士家里藏的这尊佛像就交给我供养在图书馆。不高，大概1尺高点，得这么高。瓷的。啊，看起来像玉一样。那我们常年在外面旅行，那个瓷的像很不好带，很容易破碎。啊，所以我就照相。啊，就这样子翻印。现在这尊像不晓得有多少张照片，太多太多了。啊，应该超过100张、100万张。有这样大的数量，啊，看到的人都欢喜，啊，所以养成这个习惯，我们往生呢，决定阿弥陀佛现这个相来接引我们，决定不会错的。第三呢？这观想，观想念佛就是观经所说的以我心目相比如来，但凡夫之心散乱浮动，叫心浮气躁，先有静定之时，难入微妙之观。故云：静息心粗，妙观难成。故不如持名方便一心，不闻上知下语，无论苦乐忙闲，人人能念，个个可行也。这是做个比较啊，观想。不容易，不如持名来的方便。16观经是释迦牟尼佛对维提西夫人所说的。这一部经典重要啊，讲两桩事情。
跟无量寿经不一样，无量寿经是有概论，对极乐世界面面都说到了，啊，介绍得很详细。观经里面说两桩事情，一个是理论，啊，净宗建立的原理；第二个是修学的方法，啊，方法讲了十六种，叫十六观，啊，持名念佛是最后的一种，第十六观，啊，是持名念佛。古代中国跟印度有些概念是相同的，最殊胜的、最好的放在最后。像中国艺术表演，最好的东西在亚洲戏放在最后。那为什么好东西摆在前面，人家看完了，后头都不如这个，他看完就走了，这些后头不看了。亚洲戏放在最后，一定要看完才能走。看没有看完，好东西在后头没见到。啊，佛说法也如是，最好的放在后面。啊，越是后面就是越精彩的，所以持名放在最后。啊，第十六问。啊，确实，心浮气躁。不但观想不能成就，看经也没看懂，听经也没听懂，什么原因呢？心浮气躁。那所以我这一生也是稀有因缘遇到张家大师，那这个老人你跟他在一起，你那个浮躁的心一定放下，不放下他不跟你讲话，那他面带笑容看着你，一句话不说，他能够看你一两个小时，那看不厌，那跟他在一起真的看不厌，也做不厌，说磁场好，你在他那个环境里头感到很舒适，啊，很安全。啊，听不懂，也愿意在他旁边去做一段时间，有这种实受力量。啊，我们提出问题，一定等到我们浮躁的气完全降下去了，心定了，他再跟你讲，没有废话，说话简单扼要，啊，几句话就把你问题解决了，啊，真正是大善之事。心是定的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行住坐卧，他都在定中。啊，佛经上有两句话说：“那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。”啊，这两句话，我们看张家大师做到了。佛没有说假话，真有这样的人在定中啊，定中没有烦恼，定中没有习气，定中显示的是智慧，显示的是心得，那你家人不能不尊敬，说话虽然不多，
人不能不服，而且永远记在心上。啊，这是应该要学习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